这是谁的呀？是你老板的。哦，那有东西。黄豆和红豆，红豆说的应该就是真香吧？应该是吧。红豆，确实有故事啊。08年8月8日，伦比说失去健康的体质，得到的是失散多年的妹妹的消息。9月1日。 又是伦比上演了他又来了交换，他失去了自己的自由，得到的是弟弟无语的大智慧。天哪！于是留下的是蒲公英的气味，对他来说，他本来可以像蒲公英那样随风飘散，但是失去了他的自由。17年的12月1日，对于伦比来说，他最珍贵的是他的胆量，于是他留下了野豹的气味，从此变成一个胆小的人。他得到的是实现弟弟无语的导演的梦想。 所以现在伦比是又胆小，又胆小又怕冷，又没有自由。但我觉得最感人的是这个，18年的2月1日，伦比为了让马栏山成为风靡乐坛的歌手，你记不记得你本来被淘汰了，奇迹般的复活，沙漏的气味是他的，他失去的是10年的寿命，他失去的是10年的寿命。 是，我的妈呀！哥，谢谢。绊倒了，可是他不是你妹啊，哥！不是你妹啊，哥！这个大导演是我的，我们俩无与伦比，哎，好开心啊！ 我弟弟呢？有很大的梦想，鸟不拉屎呢，有一个许愿池，我就去那儿帮他许愿。快救出来了，这是个粮仓。哎呀，遭罪了！快！拖出来还是抱出来？我，哎，磊磊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来吧，姐。小心脑袋啊！快快快！扶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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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磊磊呀！快！ 快扶到外面去！好人救了，但是 K 还得找呀。这就是你的真爱吗？对，就是他。你看，哎呀，多么深的真爱，时间长了都会淡忘啊！哎，黄豆，你看一下他手上有没有那个呀？他手上没有啊。 哦，没有啊，不是啊，没有痣。他手上没有长新的痣。啊，那是谁啊？那他不是红豆的话，那他是谁呢？他是真香。真香不是红豆。真香不是红豆，不对呀。真香是红豆，真香是为了爱他才给他那个什么。只是这个女孩已经不是真香了。所以他还有一个，还有一次。 请问投无语的是谁？啊！我自己投了我自己。为什么？我不可能投我哥的，我不可能投给我哥的，但我也不可以投给黄豆，因为这游戏不是这么玩的。我弃票行不行？我投给我自己吧，我投给我自己这票。 去搜证的时候，我搜到关键性证据了。我用 梯子 爬到6楼上面以后，找到他的衣服，在上面留下了一个丝。然后我在我哥房间衣柜里面找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，袖子这里有豁口。我今天保护了我哥一天，但是我不可能投我哥的。哎呦妈呀！因为你像我哥，他为了我的智商，他付出了自己的健康。来吧，弟弟，来吧，哥哥。 耶！好开心啊！弟弟呢就发生车祸，脑袋被受了重创。我不能看着弟弟一辈子这样，然后我就在这个许愿池那许了很多的愿望。他失去了自己的自由，得到的是弟弟无语的大智慧。他留下了野豹的气味，从此变成一个胆小的人。
他得到的是实现弟弟吴宇的导演的梦想。我哥为我做那么多，我呀，哥。你们这个节目现在走的是这个路子，第一次这样悲情路线，第一次走这个路线。哎呀，不要，我们不要这样，我们是个推理节目，不要给我搞这一套。